开战机还有开战车吗？这是国防部力推的全民国防，连武器都可以让您近距离的试试看。这个是国际航太展，时间就从8月11号到8月14号。开车你可能很有经验，但你一定没开过战车。别怀疑，剧烈震动是因为我们正在穿梭山路啦。窄小驾驶空间搭配模拟机震动，是不是很有临场感呢？国际航太展周四登场，今年玩的是临场体验。全线预备，来到航太展，你还可以实际体验模拟射击。沙沙沙，看我打靶最新，好像没有很准啊。如果觉得不够炫，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准备出发，好。戴上模拟防毒面具的 3D 眼镜，这可是虚拟战场体验馆。哇塞，有没有搞错？居然会有炸弹产生的烟雾，还有 BB 弹模拟枪林弹雨，也太恐怖了吧！国际航太展这次除了静态的熊山飞弹以及车载舰衣防空飞弹系统展示外，还有许多模拟体验区。这个 F-16 飞行模拟器可以体验翱翔天空的快感。第一次开飞机会不会很紧张？你没看我脸都红了。没机会当兵，在航太展你也能体验当兵的乐趣。记者陈汝强、吴湘山台北报道。